这三个月发生了非常多超帅的事情，这三个月发生了非常多超特别的事情，这三个月发生了非常多特别的事情。那我把它列出了五大项，就是非常特别的事情。这三个月发生了非，这几个月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，真的是，哇。这几个月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，那我把它列出了五大项。那第一项呢，当然就是去美国啦，就是我去美国3个礼拜，自己一个人，然后去看了一个展览，叫做 NAB Show，那看到了非常非常多东西，那也有很多特别的东西呢，我把它做成影片，但是放在另外一个频道，不是这一个频道，我放在一个开 Studio 另外一个频道。那连接我会放在上方、下方，或者是在。荧幕的某一个地方，有兴趣就可以去看一下。反正就是展览的一些分享，还蛮特别的。那在这三个礼拜，我也看到非常多很特别的美国文化，所以我也有打算，就是再拍一集，就是可能像是10个美国超酷炫的东西，或者是美国怎么样怎么样，反正就是。那这三个礼拜也看到美国很多很多不同文化的不一。那在这三个礼拜中，我在美国这三个礼拜中，我看到非常非常多像是文化不一样啊，或者是他们的习惯有什么不一样，我觉得还蛮特别，所以我应该还会再拍一集，就是美国什么什么什么10项不一样的地方之类的这种影片，那就是大家敬请期待喽。那在 NAB Show 还有看到一只超级酷炫的脚架，那其实我现在就在用这一只脚架。那我已经拍一个开箱影片，如果有兴趣，你也可以去看一下。那在 NAB Show 展场中，我有看到一个超酷炫，那是 YCO 念的超快调整角度。那在这个展场中，我有看到一个超酷炫的脚架，那。现在我已经在使用它了，真的是超帅，速度超快吧？你看效率多高。那在展场中，我看到一个超酷炫的脚架，那现在我已经在使用它了，已经入手了，真的效率超高。那个影片呢，我已经把它拍完了，开箱跟分享影片。那如果有兴趣，也可以去看一下，那个是 YCO 念的 Pinta 巅峰三脚架，有兴趣就可以去参观一下。那有一个脚架在展场中真的是超酷炫，那就是 YCO 念的 Pinta 巅峰三脚架。那我已经入手了，现在我已经在使用它了。那我也拍了一个开箱跟分享影片，如果有兴趣，你可以去参观一下。